丰田出手就是大招，一口气从15万跌至8万多，优惠力度前所未有。要知道一向抠抠缩缩的丰田也是低下了高傲的头颅。以下三款车型不仅省油耐用，配置也是比较丰富，现在入手绝对是一个好时机，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款丰田亚洲狮，这款车和速腾是同级别车型，但是它的性价比可以说甩速腾八条街，官方指导价14万1800到17万9800，优惠能够达到3万，最低售价11万1800就能够拿下。这款车虽然不像速腾一样在动力方面有多种选择，看似是为我们消费者着想，实际的话你只能考虑它的 1.2T 和 1.4T 版本，远不如这款车的 2.0 升 CVT 模拟十档变速箱来的实在，马力能够达到171，综合油耗能够低至 5.7， 无论省油耐用速腾还是差远的，高速上面行驶差距就更大了，尤其是中段和后段依然有着源源不断的动力输出，而且养车成本也是比较低，寿命长，这就是丰田为什么能够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。车长4米720，轴距2米750，车内的空间也是比较宽敞，同为入门级车型，这款车在配置方面称得上是入门级高配，像前后独立悬架，车内六个气囊，超大偏离预警，前后驻车雷达， L2 级别自动驾驶都有搭载。反观速腾它有吗？除了一个名气比这款车大之外，它真没有什么优势，现在价格这么亲民，配置还这么高，你会入手吗？第二款丰田荣放，这款车的性价比要比 CRV 高的不是一点半点，就连皓影在它面前都不是对手。首先在外观方面就能够看得出非常年轻时尚，轴距竟然达到2米690，车长4米6，车内的空间也是比较宽敞，而在配置方面更是搭载六个气囊，全速自适应巡航，前方碰撞预警， L2 级别自动驾驶。反观 CRV， 它的入门级车型有什么呢？官方指导价17万5800到26万08，优惠能够达到3万，入门级车型只需14万出头就能够拿下，也是要比 CRV 便宜，而且还搭载了 2.0 升发动机，其耐用程度远比涡轮增压高不少，马力还能够达到171，扭矩209，再匹配 CVT 模拟十档变速箱，综合油耗能够低至 5.8， 把这款车能开到8个油的，那不是女司机就是黄金右脚，并且只喝92汽油，非常的好养活，现在只需14万多就能够拿下，不仅比 CRV 性价比高，外观方面还比它年轻时尚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第三款丰田卡罗拉，它和雷凌是姊妹车型，其实选择哪一款家用都是非常的合适，只不过在外观方面有所区别而已，而且这款车在之前定价一度高达15万，现在入门级车型只需8万多就能够拿下，只不过这是 1.5 升三缸机，入手这个版本的话，后期质量根本就得不到保证，而且养车成本比较高，先抖动再大修，建议还是考虑它的 1.2T 版本才是最划算的，匹配 CVT 模拟十档变速箱，综合油耗能够低至 5.6， 不仅能够让你十年开不坏，还能够让你一车传三代，价格优惠后是在10万，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，底盘还采用了前后独立悬架，车内更是标配了七个气囊，超大偏离预警等配置，实话实说 1.2T 版本真心划算，再结合4米635的车长，2米7的轴距，车内的表现也是很让人满意，这款车不仅三大件耐用，空间大，价格亲民，更是非常适合我们上班族去入手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以上三款丰田车型价格暴降，你会入手哪一款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车圈大哥大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